Hello， 大家好，我是阿王，替我就王。今天带大家看一个神奇的地方，记得订阅同我按赞啦。呢度咧系塔石嘅平安夜市集啦，今天是10月24日啦。大家睇下，澳门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一个咁小的市集啦，竟然要排队。你睇下排的人流都非常之多啦，密集啦。咁阿王前几日咧都嚟过呢个市集噶啦，就未排过队嘅。你看今天的人流是非常之长的，根本就是见不到任何的尽头啦，个人流你都望下，见不到个入口尽头在哪里。你要想来一个这么小的市集，我们都要去排队，你看是一件几夸张的事情。所以呢这个市集呢究竟呢今天来啊，明天来啊，定后日来呢？咁澳门这些咁神奇的东西你们又接不接受呢？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过来啊。这个市集呢其实都多嘢玩的，只不过呢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上年在上年的平安夜是没有任何限制人流的，而今年就真的有的。今天阿王的视频就到这里了，大家记得订阅和按赞，有什么再新奇的澳门事情我都会分享给你。拜拜。